7月16日，有网友在微博发刘强东和奶茶妹妹挽手背影照，并称在纽约与他们两次偶遇。这位PO主在微博中写道，一天碰到奶茶妹妹跟刘强东两次，照片中奶茶妹妹身穿连衣裙，梳着马尾辫，刘强东则身穿短袖长裤，背着双肩包，两人手挽手，背影看起来也是十分甜蜜。有人评论，好有缘啊，过去打招呼吧。PO主回复称，他们特别害羞，哈哈哈。奶茶妹妹张泽天在2015年嫁给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，终于修成正果，生下一女。而刚刚晋升为辣妈的奶茶妹妹早前产后现身，着白裙露灿笑，获众人搀扶上车，排场超大。虽然已经当妈了，张泽天依然不改开朗少女模样，元气十足。